我们先把这个先讲完吧。太足了。哎，这只比较明显哎。其实我蛮想看线玩的啦，不然这样太无聊了。那他们都挤在一起，要怎么看啊？妈的，他们都挤在一起，啊，不然呢？要干嘛？只好看拍卖啦，不然太无聊啦。看可不可以卖出去？哎，所以他们刷宝就是在卖东西，是不是？这样明明很像蛮无聊的，是不是？那我怎么有三阶装备呢，大大？哇，我们拍红龙的影片也拍蛮久了呢。再说这期还是这么热门啊。